那那可塑性比较高，可能啊，他也是年轻不懂事，做了一件大事啊。我打职业犯过最大的差是什么？最大的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应该也知道啊，就他妈我们之前跟那个陆亦宏去喝酒，那个 KTV 他十七岁，然后我们去那边喝酒，然后我打卡上传，这是我最干过最坏的事情了，怎么样？够不够坏？哎，陆亦宏，好白痴哦，你脸好红哦，隔天早上被主管抓去骂，人家十七岁还没十八岁，你们这边喝酒是怎么样的？对不起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自己没有喝，因为我不喜欢喝酒。他们去那个银柜叫那个整瓶什么百威还是什么的，哎、欸，我要热奶茶 ，OK， 奶茶喝了，哎、欸，陆亦宏你好好笑哦，干你娘嘞！我连喝都没有喝，我喝奶茶出事情啦！什么？那是我干过最大的坏事啊！我想试看打谁都按这样看看。你啊，你还敢扑上来啊？你很敢吗？然后有优势就直接站在兵前面弄到他。然后他因为这个兵我可以不用去吃，没关系，吸金子就好。他今天只连吸都不用吸。然后前面可以不用那么急的直接用桶子炸他、啊。压他 CS 就好了，因为桶子 CS 太久了、啊，这边桶子直接放他脚下，等他吃后排的时候疯狂骚扰，被 A 掉了，推回家好一点。但也不用太快啊，因为你没有传送，他有传送，我再点。手枪举起来，哦，人头掉下来，助攻蹭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边我有机会是被他单杀的，也是有点难。杀他！别杀我！阿爸！我感觉等一下不是他死就是我。干你娘！我没有闪现。这是有个巨大的优势啊！这不感觉有机会被他操作哎，太靠近他的塔了。哎呦，哦，尤莉亚很会哦。干这个炮娘带来冲他小，没有兵啊 ，Hello！ 不是啊，他有冷猪血，你要弄个杀真假？哇，真假？这样也可以哦。那、啊、我这个怎么一直在死啊？阿蛋，今天好久没看我的笑容，今天特别淫荡，什么意思？傻笑。
哎呀，不愧是要进到飞机被工伤的，哈，好笑。不然太皮嘞、欸！哦，胖娘，好不？看没有助攻怎么样？靠腰嘞，好像不需要我还怎么样的？哎呦，我的筒子好像跟那个什么 Black Castle 什么那个一样，会自动引爆哎、欸！换脸一打二，真假？这阿卡丽应该不是我的对手吧？这阿卡丽应该不是我的对手吧？今天筒子连不起来，怎么样的？安排。好像炸不到半个人呢、欸。怎么办？这场都还没爽到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场都还没爽到。听说你很。说你很屌哎、欸！我的筒子连不到哎、欸，我的手枪好像抵不过他的大炮哎、欸！他手上比较大管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啊，无剑！啊，他被怎么弄死了？有了，有阿姨了，再喝瓶养乐多。这个筒子炸到的人直接高潮。哎，你们不要炸太快哦，大绝不丢，最好是队友都死光。Nice， 该我了。哇，这有点难啊，这属实有点难啊。满药也不喝啊，这不就喝了。不是啊，队友有点太强啦，这把队友有点太强啊。